译者陈卫慈新北报道，新北市一名薛姓男子发现前庄姓未婚妻与担任厂长的林姓人夫交往，竟假冒市售过于林妻的征信社人员，传送简讯给林男称：“我对你与庄小姐的点滴了若指掌，还想知道我有多少你的资料吗？”等语，借此向林男勒索10万元。林男察觉有意，拒赴报警。新北地检署日前以恐吓取财未遂罪嫌将薛男起诉。104年4月17日，薛男冒名林姓男子传送：“林先生你好，我是贵夫人所聘请的地征信社成员之一，由于公司将你的案子交代给我，经过几天查证，对于你与庄小姐的点点滴滴我已了若指掌，因为从个资上得知阁下并非宵小之人，思考一夜认为应先告知你比较好，亦不想看到你与夫人因此事而离异，公司已经催我将你的文件呈上，可是我觉得不忍而告知于你，希望你在9点和我联络，还想知道我到底有多少你的资料吗？如不想要，那么我就网上报等简讯给林姓人夫。”此外，薛男还传送给林姓人夫他与庄女吃饭餐厅两人点用餐点、餐费等手写文字照片，因未获回应，薛男打电话向林姓人夫恫吓，如想拿回这些他搜证的偷情资料需交付10万元。林姓人夫认为征信社跟拍不至于连他吃什么的细节都知道，拒赴报警处理。薛男到案后供称，从庄女口中得知他与人夫交往，但辩称住处还有其他人居住，他手机放在桌上，可能是其他人把他的手机拿去发送恐吓简讯。林妻则说，薛男先前就曾以庄女友人简先生名义向老公借过2万元，知道老公的财务状况。检方调查，薛男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林夫，林夫如回拨电话也必然是由薛男接听，且薛男曾向庄女表明要向林夫勒索10万元，检方因此不采信薛男供词。